抢禁酒，我冇嘢捞噶啦。今次赛前预计有机会系跑变化场地，上次九月九号用同一跑道，头马多数出闸后极快取得好位摆前翻嚟轻胜，几匹后常赢马嘅都系出闸后咬紧前面对手而喺直路轻松过头。今次先博霍利时同国能合作嘅双百骑，首先今场跑谷草千百米，系比谷草一六五零更守本嘅路程。而睇翻同场对手，原来都颇多匹马系初跑，或者千百系佢哋嘅慢换路程。双百骑本身跑五次取得一冠一亚，三次落地。我哋先睇睇三次落地系输咩？有两次分别用上潘顿同莫雷拉两位大哥，两次都系成为热门而输咗。仲有一次跑第九，系尼保尼抽到十二档同直路塞车而输，但望一望都只系输个几码位。射响外边追，仲有兴华追出嗰边，有超班复胜赢家辉马林中间关键时机，最后一百米扎西德勒透出咗，后面成爬马上紧你啊！有兴华出边超班复胜，入边红丽射接近终点第一名，兴华中间。而讲翻有表现过两次，第一次系输俾当时嘅怪兽马好利运来，而赢马嗰次系压到将会系星期日跑二级赛嘅任我行，当时你保利沿途悭位后移出去。最后几步轻轻打咗四边就赢马，马主星辉啦，咁啊外边追啲嘅马，咁啊有呢只文武传奇马林中间揾紧位咧，仲有呢只双白旗啊，好啦，去到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共创欢乐喺中间，外边位置就任我行啊，两马中间穿上嚟嘅马，仲有双白旗外边啊文武传奇啊，接近终点，双白旗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任我行啊，共创欢乐第三。而任我行之后扶摇直上，后面堆马再出都多匹有好表现。今季雪旗双白旗已经由国能涉集，初出热一场，身后用周俊乐减磅去填草试下，可惜因为弯位唔够果断，遇到慢步速下被潘顿捷足先登发力霸咗个位，末段扑翻上嚟势头唔差、哦。赛后被小组叫埋高雅致一齐入房串咗几句。只军威阵系包尾啊！好啦，转正弯入直路啦，中档位置神龙区占先，咁外边位置有呢只好计啊！最出全才亦都冚上嚟，响入边位置啊，福多宝啦，马林中间咧侧起个头嗰只咧就系粤语啊，兜到嚟追到二百零米啦，埋边神龙区仲有少少内线，但系外边全才上紧，原栏追上嚟噶嘛，仲有福多宝啊，中档位置双白旗都上翻嚟，最后一百米外边全才内栏福多宝，内栏福多宝窜咗上嚟，赢出呢场赛事跑第二名噶嘛。有呢只全才，今次马房布下强阵，抽到三档，跟上季野马时一样，都系第三次出赛，评分只系多野马时一分。再翻查跑 B 难成绩两次，一个第三，一个第四都唔差啊！国能刚刚填草，虽然冇马赢，但都攞咗五个位置，明年就住够七年可以攞香港身份证，但暂时得半季牌可谓非常尴尬。虽然疫情下都睇唔到有骑师会被飞走，但我相信对于佢嚟讲，每次赛事都必须为身份证而争取好成绩。第二场冷门赏试下喷木火同名，又系呢个令人痛心嘅骑练组合。先讲匹马原先应该系蔡明少骑，但可能佢刚刚赢咗加州旅店，所以今次拣骑加州名骏系无可厚非。过去跑谷草有连续三次上名纪录，理应谷草性能会比田草较好，对手亦无咁强。季内初出跑千二，第一匹应声出闸，但好快就留翻落去中间位置。哦，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有呢只木火同名喎，咁中间位置咧有进爵士、钻石、明陀、最出红眼罩、蓝装之歌啊，咁啊第啊第五位到啦，外边啊劲跑王啦，粉红帽、白衫成才啦，后多浸浅蓝帽、浅蓝衫，末段爆发力一般，只得第四。三千，最后一百米到，透出咧就系呢只劲跑王，外边福满宝逐步蚕食上嚟，福满宝外边追咗上嚟，咁啊拍住呢只劲跑王到先啊。之后再出抽到最外档下全程外跌。直路收姜，但又唔系完全散晒果只。
金康啊，入正中嘅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系色多福啊，压入去嗰只天天致富图，中间进爵士追紧上嚟，埋边位置牛精大哥唔系好够位，再内栏穿上嚟噶嘛，仲系电信火箭啊，出边冲仲系扬明亮亮，接近终点，进爵士追紧色多福，外边扬明亮亮上埋嚟，过终点第一名，相当接近啦。班茶木火同明泉兄弟马至今已累积十场头马，路程由1300米至1600，所以何良增程系不无道理。而且早于上季跑过两次短途后，已经增程去试跑1400、4600，两次都只系输两个几码位。睇下1600嗰场，以佢初跑1600计，最后几步同阳光差不多位置翻零，其实一啲都唔差。埋边有标之精灵啊，中档凌驾亦都追紧，入边数乌勇士同埋七宝一齐冇位啊，外边上咗嚟嘅马有呢只友谊之星啊，咁啊再见到中档位置上嗰啲就芙蓉庄啊，最后百零米透出嘅马系友谊之星啊，埋边啊凌驾，再跟住后边嘅马，咁啊芙蓉庄追啲咧，入边仲有阳光咧，最出天天精彩，接近终点第一名咧就友谊之星啊，跑第二名埋边有凌驾，后五名水准亦都够高啊。暂时何良成绩只得两亚一季，全数由梁家俊一手包办。面对心中有你同劲力威龙两匹硬净马，我以为开飞后至少会有20倍以上，但估唔到现时都只系得15倍，有啲星梦帝国嘅早飞未到。希望梁家俊有表现，当然更希望头场佢可以把握落雨之助，可以先夺孖宝头关。其实都好多马迷今次后实赤水神区。一来天气关系，二来跑得好时系无戴眼罩，对上两次出赛都系就住无去唱放，今次各样有利条件都集于一身，有雷神城热门下点都要搏，唯一最唔好当然就系大众同路啦。猎狐张者上次上完重化抽三档有9倍，今次无上重化排7档3倍，唔系话唔可以再赢，但我收咗钱后只能留翻俾上次后悔冇买嘅朋友去追佢连捷咁解啫。明秋秋上紧嚟，最后100米到，战神宝仲有一个马威优势啊！外边得一只上嚟啫，就杨明秋秋接近终点啦，战神宝都好有机会到，外边上嚟就杨明秋。咁今期我哋赌咩好？好爱，帮马股 Patreon 月费计划上线啦！用户每月1号够数，月头参加可享全月服务，可谓最为有利，唔使食不利场地。想每次收到各场各匹马嘅评语，专享24小时全天候问马，欢迎立即互相扶持。希望大家每次赛日都可以双赢啦！有兴趣可到以下网址查询 https://www.patreon.com/killerkjc